我是维维，我现在要吃饼干了，就是那个有没有过期？没有啊。你确定？有没有很营养？营养。我们家的饼干没有过期的，对，居然被你找到了。对，找到了。好，那要不要吃给大家看呢？要。好，那我们来拆封一个好不好？来跟你的观众朋友说一声，你是棉花糖。我是棉花糖。你有看我的节目吗？你看我的节目吗？哎，有订阅的人举手。不是啦，你是要叫你的观众举手哎，不是你自己举手哎。他说有看我的影片吗？你看我的影片吗？我刚刚吃的饼干。有没有过期啊？有，没有。没有哈。我们家饼干很多都是过期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特别开一个没有过期的饼干。没有过期的饼干。这饼干好吃吗？那个饼干。这是 Reese cheese 口味的饼干。对 ，cheese 口味。嗯。吃完饭再吃一点饼干，很香很咸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吃？大家好，我是棉花糖。大家好，我是米粮。大家好，我是棉花糖。我今天要那个喝厚奶茶，厚奶茶。奶茶是要喝益美的好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就我们来喝益美厚奶茶。益美厚奶茶。喝喝看。什么味道？益美奶茶，甜甜的。嗯，好喝吗？那个是牛奶的味道吧？对，棒哦。再见吧。这个已经到这里了哟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或订阅，还有按铃铛。下个影片再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记得订阅哟，按赞，长分享，再见，拜拜，叔叔拜拜，拜拜。